人人这个时候正是需要戒慎虔诚斋戒的时刻。美国假如呢不人人来反省啊，可能呢这一波的灾情啊，实在是不知道还要怎么样的变化，很令人担心。大家要尽一份心，尽一份人人的力量。他们很听话呀，开始在推动斋戒，同时呢期待大家呢不管怎么样也都要去发挥一份爱的能量，启发人人的一念爱心，点滴的造福的心念呢累积起来。他们已经呢200多个的劝募点，在美国呢已经这2-3天来开始走入街头，那样的景象啊都很令人感动哦。厄瓜多接到了，我们在呼吁挨家挨户去，修女呢也是一样，这种不分宗教不分国际，他们是在国际间呢为美国劝募的，是厄瓜多第一位。人间疾苦啊，无常啊，在瞬间，也期待大家都平安哦，那会当顺利呢去发放哦，顺利抗灾。政府呢很重视，我们在那里呢开始要铺起了救济的道路。想起一片想